状似绿巨人，壮硕的肌肉还有庞大的身躯，让人联想不到这居然是一种液态生物和普通人类的结合体。大黄蜂蒙斯瓦利，变形金刚系列为了重振自己的知名度，居然开始走起软萌的路线。巨齿鲨好似开关系，科幻电影吸引人眼球的捷径似乎就是大块头配上尖牙利齿，毒液致命守护者，像很多科幻片一样有着吸引人的元素。除了很强和很壮外，毒液本身可以自由变换的形体就已经让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拥有蜘蛛侠一样酷炫的眼罩，可以像蜘蛛丝一样到处冲撞的线条，还有比异形还诡异的大嘴，加上黏糊糊的舌头，真是充满了看点。影片《大黄蜂》中的主角是变形金刚中的博派角色，它可以变身为可爱的甲壳虫汽车，还有酷炫的雪佛兰科曼罗跑车。变形金刚系列陪伴了许多影迷们的童年，为了创新也是绞尽了脑汁，居然把大黄蜂改造成了一个萌萌的家伙。大黄蜂这只机甲巨兽蜷缩在墙角的样子看起来好是乖巧，小巧的双手搭在大脚上，画风清奇，尤其是那歪着的小耳朵和亮闪闪的圆眼睛，十分让人喜爱。话说汽车人难道要开始走玛丽的可爱路线？不过擎天柱阵营的红蜘蛛还是依旧霸气的，毒液状似绿巨人，大黄蜂萌似瓦力，巨齿鲨好似开关系。相比于前面两位推陈出新，影片巨齿鲨中的大牙鲨干脆召唤出了深海的史前巨兽，貌似还对它进行了加大处理，让画面更加震撼。